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样，七坐八爬，然后呢九发芽。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到后来呢，感觉起来就开始产生了落差？或许在外面社会里面眼中，这些孩子就是叫做坏小孩。可是我因为近距离跟他们接触，我发现到好多孩子他成长的过程他是辛苦的，他可能缺乏父母亲的关注，或者是他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中断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看到是不是我的孩子们，我的里面的同学们，他们只是呢掉落了哪些片段或片刻，忘了怎么学。我不认为他们天赋比人家差，对我而言，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好好的对待。我服务的地方它叫城镇中学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。当然，因为我是领国家俸禄的人，那我只是做好国家交代我该做的事，我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很幸运的，刚好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帮我，例如说不同的基金会啊，不同的艺文团队，那我就顺势呢把它带来学校，分享给这些同学。所以，其实我在这里比较期待的是，每个孩子透过学习唱歌，然后重新找到一个怎么学习的方法，然后也重新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一件事，他可以重新找到学习的乐趣，我会得到好的学习成功经验，然后未来把他带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去做发展，这是我觉得我对未来的期待。我们先练习第一步的我希望把就是音乐的音乐美学，这个听到音乐唱歌是开心的事情，所以要带到这个学校去。我陪着他们一起唱，一起唱歌，然后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希望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们也喜欢做。所以这些学校学生给我的感觉是很可爱，很直爽。对，跟我想象中的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。有一句话叫什么阿萨里，其实就是他们说什么他就是什么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反应很直接，很直接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走。就是因为我有接近绝对音感，所以我有听过，我就可以直接弹。哦，所以你们要听歌。
因为我们在里面也没有什么歌可以听，就是听以前的，好奇想说合唱团什么试试看。合唱团的方式唱歌，合唱团唱歌方式比较困难，还有加上你要唱你不会的英文，平常在外面唱 KTV 唱两三小时都不会累，可是唱合唱团可能唱一个小时就觉得好累哦。当我把歌唱了之后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也蛮有成就感的。我会期待就是礼拜五的这几节课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最 special 最特别的几堂课吧。有这种表演的机会，他们是很开心的。对，嗯，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，人生当中也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啦。他们期待跟表现的欲望应该会比我还要再更好，因为他们会去要求自己，尤其是这种可以有表现的机会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小孩子对这件事情很执着，跟平常不太一样，他是会发光的。正式演出的那一天可能会有点期待，毕竟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，哎，紧张大过于期待吧。音乐的教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样的进步？他们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开心，音乐唱歌的快乐，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点应该是他们可以抒发，经由练习的过程把音乐的美好带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是现在或者是以后。校长自己跑来跟我讲，他说那一天他去了礼堂，然后听到孩子们在练习发声，那种感受是很直接而且强烈的，就是我们很喜欢看到同学认真的模样，在那一刻他马上就感受到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那种声音听起来很美，很好听。我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这样子看着我唱出来的歌是有史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歌，因为他们有表现出我所要的音乐性或者是对音乐的态度，这是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。